1月15日，孙俪再晒出两张照片，照片中墙上挂了很多孙俪画的画，画了等等小花妹妹、家里的狗狗等等。其中有一幅画的风格有些突兀，是邓超画的他和孙俪结婚时的照片。我的早餐。今天是9月2号，今天是15岁，吃那个大米，大米粥，粥只有米汤，米汤会吃吗？可以吃吗？然后这个蛋，炖蛋，就是番茄，因为说番茄只有经过油炒才能吃到它的营养物质，所以要多煎一煎。然后就是我的两个红薯，我的咸蛋，然后这小空给我量身定制的八珍糕，特别好吃的八珍糕，还有在。